下就是五戒十善就是是不是对于我们学佛人来讲就像闯红灯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基础，所以它并不能让我们脱离六道是吗？就只能最高的成就人天道是吗？对，十善行啊，听得懂吗？实际上是什么？很简单，这些都是基本规则。嗯。啊，比方说我们五戒，五戒不应该杀生，你可以杀人吗？嗯。对不对啊？不可以吧？杀动物也不可以吧？嗯、啊啊，你可以偷盗吗、嗯？学佛人可以偷吗？不可以吧？可以。最基本做人的道理，嗯、你这些，你不能喝酒喝得醉了吧？喝酒喝了醉的话伤身体、嗯、而且你会害人的，打人骂人啊、嗯、对不对啊？闯红灯呢不是喝酒吗、嗯、啊，你不能邪淫，你到外面去乱搞女人，这可以吗？当然做人也不可以这样啊，道德问题啊。还有最后一个呢、嗯、啊，不妄语，整天整天吹牛，整天吹牛，谁喜欢你啊？整天吹牛的人谁喜欢你啊、嗯、所以这种人没有人缘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、做不好事情的呀、嗯、所以像这种你说这个五点做成的话，你说你就可以脱离六道了。这个五点做人你才能做好了，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呐、啊。做一个人都不能做这种坏事的，不是说学佛人呐、啊嗯、你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听得懂了。哎，明白了师傅。明白吗？